对不要，你可以直接不戴耳机。是，但是我这里要是听的话，它就有那个。哇，看来好多人。Hello， 电冰箱和我的冰冰蛋。嗨嗨，こんにちは。哦，我等到四万人的时候，然后我再统一给大家说吧。Hello。안녕하세요。好，我直接说吧。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给大家见面，然后我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希望我和大家待会儿熟悉起来就好了。然后我还有一个翻译小姐姐帮我翻译，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问我。Today is my first time to have Instagram live. If you guys have any questions, you can comment. I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然后为了今天的直播比较有意思呢，然后我准备了，最近流行的一些吃法，就是火鸡面，还有芝士蟹棒，一些什么肠放在一起混合，然后我给大家边吃边播。Today I ready some food from the convenience store and I will eat and just show you how the food tastes. 보고싶어 Miss you guys.Miss you guys， 好吧，开始了。哎，你看一下那个声音，就是范姐声音可不可以？声音是 OK 的是吧 ？I miss you， 嗨嗨。应该是很辣。把这个年糕我先放这个，五斤。等我把这个先做好了，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边吃边聊。If guys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mment and ask me.I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아잠깐만요오케이요성어제가짜자这个是什么啊？是说我的声音好听吗？他刚刚说的是那个，我看到一个。The kite is attractive， 你的猫眼睛好好看哦。Thank you 。这是猫眼睛吗 ？I think I focus eyes， 对不对 ？I think my eyes is like fox other than cat.Hello， 我爱你。嘿，然后因为我知道，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可能时差，会不一样。所以我故意在，韩国时间22点，然后来进行直播。蔡斌，你지금중국이세요？蔡斌，你在中国吗？아니요지금한국에我现在在韩国，然后今天是我在韩国的最后一天。저지금한국이에요。이제한국에서마지막이에요。可能也是中国
北京에서가对不对저오늘한국에서마지막날이에요내일중국으로가요所以我今天在韩国的最后一天给大家进行直播그래서한국의마지막날에지금생방라이브준비를했습니다这个是什么现在我在酒店的房间啊一呦啊一一呦啊我们之前的口号有什么可以的问题吗因为我的英语不好所以我感觉没有办法可以跟你们直接沟通所以给大家说一声抱歉然后我之后会为了你们回去好好的复习英语然后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快的沟通和连接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that good but I willlearn much better English and to communicate it with you guys. We support a lot. Do you miss Yujin? Yes. I 哦我特别想念有真因为我在整个999的外国人里面是和有真关系最好的。嗯。I miss Yujin very much. She is my best friend in Girls Planet 999. 我一个人回中国嘛。明天我和傅亚宁、文哲，然后新桥四个人一起回去，因为一起回北京嘛。I will go back to China with my friends tomorrow to Beijing. 好安静呀。好，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放进去。姐姐，请坐块儿。等一会儿嘛，我现在还没刚播，你等我，等我缓一会儿，然后再给你们做。Do you love Yanni? I need to think about it. 飞机就很热闹了，对，因为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去嘛。其实我是本来可以先回去的，然后我为了，等他们一起，所以我觉得一起回去比较好。Will you come back to Korea? 你会再来韩国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来的吧。因为我也很喜欢在韩国的生活，然后我也喜欢这里的音乐，If I have a chance, I will come here again because I love Korean music and the culture. 这是什么？我已经放好了，然后我现在把它去放到微波里加热。来吧，来吧。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发型吗？因为我头发真的是太乱了，所以呢，我只能把它给夹起来了。哎，那个盖子好像。Do you like my hairstyle today?Hello. 卡哇伊，那是卡哇伊。啊 ，snake， 是什么 snake？ 真的不叫外卖吗？不叫外卖，我觉得自己亲手做才比较有意思。
I've been seeing snake. 你可以唱一段 snake 吗 ？Bam. 我是觉得歌曲和舞蹈的话，想有机会给大家在舞台上展示，然后直播私下的时候，我就想让大家尽量能看到我真实的一面。I want to show you my song and my dance in the stage. Oh, 这个是不可以往下滑的，对吧？哦，对。I like your snake. 什么东西？哇，好快啊！啊，直拍应该是。他是问我想不想念 girls planning 姑姑姑吗？嗯嗯，其实在里面和大家一起相处训练的时候，还有时候还觉得挺累的，但是现在一结束的话，我觉得还是特别想念他们的，因为我以前也是一个人练习，然后没有组队嘛，所以在节目里中和大家组成队伍一起练习，然后一起进步，一起承受一些一起承受一些压力，我觉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很幸福的。Although Girls Planet 999 is a bit hard, but I am enjoyed with it because our team, our stage, we did a good job, and yes, I will miss it all. 能不能说一点泰语？我只会萨瓦迪卡，卡昆卡，卡昆卡，卡昆卡。卡布昆卡是谢谢的吗？意思吗？卡布昆卡。Fighting tomorrow. Do you miss Yujin? Yes. 我有一个，看看这是什么。Look, what is this? Helicopter. 这个是友珍送给我的。This is a present from Eugene. 然后也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这是 Helicopter 的专辑。It's a signed album. 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当我拿到这个专辑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把它放在我宿舍的床头。When I received the album, I put it in on my bed because I really like it. Wow! 이거누구세요?요지예요. It's really nice. 然后其实这张专辑里的他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因为第一次我见到他是扎着高马尾，然后打扮得很有能量，青春活力，但是这张专辑他就是可能比较性感，然后魅惑的感觉。 She's really beautiful in this album. 哇，我最喜欢是这个。 It's my favorite picture. 因为是黑白的，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帅。然后后面是他们的其他成员，还有一个这个，然后这个你们猜是什么 ？Guess what it is this？ 给你们看一下，来看。看这个是谁 ？Who is this？ 对，这个是 May， 然后这个是我和 May 的合照。
然后这张照片上面还有 I love you 是 May 亲手写给我的，还有当时May 给我写的信也是用的中文。然后我第一次拿到这个信的时候，我当时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May 当时知道我就是听不懂日文，所以用翻译器然后给我写了中文的信。我当时拿到真的是超级超级感动，我觉得虽然May 和友金都是我的妹妹，然后比我年纪小嘛，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在照顾，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This is a letter from May and also she used translator to translate Chinese, wrote it to me. I feel very touchedAlthough May and Eugene are sisters to me, but I feel that they really take care of me. Don't cry. EUSER. 我也觉得我们 EUSER 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到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让我最珍惜的一件事情吧。I really love.EU cell. 我爱你。好了，然后现在我要给大家吃一下。好大一盒。你们看一下。哇。感觉会很辣耶。是什么？是印尼文啊，很抱歉我不会。撒羊，撒羊，对吗？I miss you too. 撒羊。哦，对。他说我能吃辣椒，对吧？这个是很辣的，我来尝一下吧。It's really spicy. 好像没熟呀，是吗？OK， 两分三十秒，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你们可以，问一些你们想知道问题，然后我可以边吃东西，你们回答。Please keep asking question to me.我今天给你们介绍我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们应该是认识的。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 friend to you today. You may know her. 她要过来了，她要过来了。She's coming. 真的吗？嗯。当。你好，哇，好看。什么好看？我要走。你过来。你过来，哎呀天哪，你可以坐一下。好吧，天哪，他是，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谁？안녕하세요，李一曼입니다，반갑습니다。说中文啊，说中文。大家好，我是李一曼。天哪，好害羞。那一曼 ，Oh my god， 안녕 ，Surprise， 真的没熟吗？这个熟了啊，真的吓死我了。因为我明天要回中国了，所以呢伊曼今天过来送我，然后陪我一会儿。对的对的。Because I will come go back to China tomorrow, 伊曼 come here with me. 然后杨子哥其实本来今天也要来的，但是杨子哥临时有事情，哎，就很遗憾的没能过来了。
Tina. Is coming, but she has work, so she didn't came here. 对，我明天回中国。哦，之前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说项链，有真的那个项链是我送给他的。对，嗯。The necklace of Eugene is from me. I gave the present to Eugene. Hey, 我知识放少了，这个就是有点不太不太成。我会说日语吗？我会说，こんにちは。爱してる，おいしい。Hello， 大好き，大好き。ダメ，ダメ，不是ダメ。你别让我笑，你别让我笑。我在做，我在做。OK，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应该是棕色吧，卡其色系的都喜欢。My favorite color is brown。嗯，然后就像我身上这种颜色，还有我头发的颜色，都是我最喜欢的色系。ダメ。Sorry， ダメ。嗨宾西，嗨什么？嗨印度尼西亚，嗨印度尼西亚，嗨印度尼西亚 ，I love you。他说，我如果讨厌 Mnet 就啊，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虽然也是在中途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终结果是好的，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中收获了你们，然后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现在也不可能让你们认识我，然后在这里和我聊天，对吧？I think Girls Planet 999 is a good program. I learned a lot from this program, and also you guys noticed me from this program. 下边是阿库萨卡什么？菲比是什么意思啊？对，我觉得经历是很珍贵的，不管好的坏的经历都是好的，结果都是好的，因为有总归是收获了你们。我想去中国，我是日本人。Welcome to China， 中国欢迎你。我是很能吃辣椒的。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喜欢的食物，火锅还有肉。And meat。我什么黄心桥？这是你笑起来的时候很像黄心桥啊 ？Really？ 啊，有劲哪个呀？马甲有劲哪个呀？有劲哪个呀？
你过来呀，你怎么就跑了？啊，说说。Please make more funny videos with Yaning. 请跟雅宁拍更多有趣的视频。嗯 ，OK OK， 我已经在拍了。然后我和他住的这段时间拍了挺多的东西，然后我会收集起来，然后做成一个 vlog。好吃。嗯 ，I'm taking new funny videos and I will upload it later. 请说。马黑吉他，马黑吉他。马黑吉他对不对？不知道。能爆料其他选手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料呀？想知道李一曼的料吗？李一曼没有料。With 伊曼 videos too， 会和伊曼一起拍视频吗？你会和我一起拍视频吗？拍，你说。一起拍，拍用什么说？用韩语说。用韩语说。嗯。같이영상찍을거예요。OK。害羞。我这不好吃。这个好吃。